不是，现在是开着锁。这个 T， 这个 T 是一个声控门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开始逃脱吧。逃脱就这个 T。看看这个。哦，这边还有。这是密码吧？密码锁应该是。这边的门应该是。此时最简单的密码或许就是最安全的。最简单的密码，最简单的密码。矿洞温度会不会？最高几度？矿洞温度最高七度，最低零度。七，第一个是七。零七，零七零零。最高七零吗？是开这个门吗？应该先开这个吧。这个、密码、啊，要不然是。你确定从这边出去吗？不知道啊。哪个是洞门啊？这个是洞门，这个是洞门，因为这是用密码开的。但这边也有一个门吗？这边有锁吗？那边是声控的，这边是用密码开的。我们应该从左边那个门出去，然后找讯息、找线索，然后再去那边。我觉得是七七七，你看、哦、它很多七，而且这个 T 就是两个七啊，对不对？有道理啊，对不对？七七七七七。Really? Really? 最简单，会不会是零零零？零你试了吗？那也太简单了吧！零你试了吗？都是零吗？四个零啊！四个零。OK， 我是个零。因为有的时候我的手机的密码是四个零，就是这是我觉得最不容易忘记的密码。开了、哦，真的就是零零零，哇，真的是好厉害哦，真的是。对啊，就是队长嘛，应该这样。这像是我会设的手机密码。